Hello， 又是我 Molina，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全红一个非常漂亮的单位。这里1528呎，三房，还要是全海景。好，入门看到来呢，这里盘都是很贵的，都可以做顶顶，其实可以用埋它的空间都没问题。那我们门口入到来左手边呢，会是第一间的客房。是的，咁就呢度咧，間客房係非常之大，空間感係好大，可以講係大過平時一啲普通嘅客房。好睇睇，睇呢邊入翻嚟咧，會係廚房。廚房咧就會係望住個海景，係啦。預整你嘅早餐啊、午餐、晚餐嘅時候，都係望住呢個咁靚嘅景。好，咁我睇睇飯廳。飯廳是非常之分明的，在這邊廳望翻出去的話咧，係啦，驚喜嚟啦！咁就成個澳門景觀望曬嘅，成個海景啦、觀光塔啦，全部望曬。入翻嚟，睇埋第二間客房先。好。第二間客房咧都有簡單嘅裝修喺度啦，比較舒服。洗手間，都係夠曬大，亦都有明窗。睇埋呢一間房間，同埋第三間房啦，係兩邊窗嘅，非常之開揚。以上單位介紹差唔多啦，有興趣隨時揾我方便嘅睇，多謝曬。睇影片嘅朋友記得 like and share 我哋，想知更多市場資訊，關注我哋中原澳門及橫琴 Facebook 專頁或視頻號啦。